我是小亚，今天我们来挑战只用度假岛复活后的物资吃鸡。西安落火焰村屋顶，保证下次生的安全。再派林浪的这个工具人下去送死。众所周知，这个复活机制是必须有队友在场上存活才能复活的。还有家枪，着实是没有想到。正所谓啊，打不死我的，终究能使我变得更强。挑战度假岛复活的物资吃鸡，再来。老规矩，选个安全的地方降落，然后派林浪浪前去送死。我的妈呀，林浪浪不愧是真男人，赤手空拳跟两个拿枪大汉互搏，这勇气可嘉。就是死的有点快。OK OK， 等他降落下来就轮到我啦。小兄弟啊，打我打我！你这枪法，该不会是拜随缘大师门下的吧？什么时候想死也变得这么难啊？这次复活又是一把物资加98倍弹，淘汰场上剩下的22个人，有点困难啊！就连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人头，我都只能干巴巴望着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这关键时候咋还有战神大哥来唱啊？敌不动我不动，这装备要想吃鸡必须得学会忍再忍。但说可忍，我婶儿可忍不了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必须出手。这个时候就要充分利用优子爱近战无敌的优势，贴近敌人。还击？难不成这是开局打倒击杀我的那个随缘小兄弟？他中我复活跳伞，我把他给杀死了，你们说我这是不是恩将仇报啊？还有这个小兄弟都决赛圈了还搁这舔空投呢，咋的呀？还想留着下一局用呗？虽说只有50发子弹，但解决两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该不会这次又要失败了吧？不管了，豁出去了。3发子弹最后一个，不过还有队友帮我补枪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呵呵，宁愿毒死也不给我们人头，这小兄弟有骨气啊。